掀开经本，主咒神寄送第二首，知助众生心所要，如应为数众法海，聚义广大各不同，具足慧身习能习见。这个第二增呢，是发起慧香诸众生，他得的法门呢，是普观察一切众生，借利益令欢喜满足啊。那么在长行得法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跟诸位也介绍过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就是一缘称机，故满心称意。今天我们看他的赞颂，与他所修的法门完全相应。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现代的社会，要怎样来学习，我们才能够得真实的利益？第一句是知助众生心所要，这个要念去生，爱好的意思，这就是关机啊。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对于现代人心里面所爱好的不能不知道，他所爱好的是邪是正啊，是是是非，我们都要能够辨别啊。因为现代的社会跟过去确实大不相同，古时候以中国做例子，每一个朝代的变更，社会也人心也都有变化，但是变化的幅度不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古人呢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啊。那么诸位听到我这句话，难道现在人就不重视教育吗？啊，现代的学校比古时候多，啊，多得太多了。古时候学校少啊，啊，但是现在学校虽然多啊，跟古时候教学的性质不相同啊。我记得过去我讲经的时候跟诸位提到过，我初出家的时候在台北圆山灵济寺，啊，这个寺庙隔壁呢
就是圆山动物园，啊，是一个小山丘。我们这个寺庙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达山上。啊，有一天早晨，我们在出坡，啊，早晨我们寺院里都分配有工作，我的工作是扫院子，啊，门口院子很大。每一天都落了很多树叶，啊，大概有三四个出家人，啊，来这个清洁这个环境。那么我看到有四个学生，啊，说说笑笑的从我们的小路上山。我看了他们这些言语谈吐，啊，那个行动。我叹了一口气，啊，我说可惜呀，年轻人没有受过教育，啊，这个话呢，被他们听到了，他们回过头来找我，来质问我，他说我们是台大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你怎么说我们没受过教育？啊，我听了一听了之后啊，我很欢喜。我说：“好，哦，你们原来是大学生，那我向你请教，什么是教？什么是育？什么是教育？啊，这三个问题，你解答给我听。”啊，他说不出来。回头来问我，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呢，很难得了，还是蛮可爱的，啊，他还能回头向你请教，现在学生不行了，没有这种风度了，也没有这个心量。啊，这什么叫教呢？你看看《说文解字》里头，对于这个字的注解，啊，教是觉的意思，啊，教学，古时候这个教学是教你觉悟啊。不但佛法教人觉悟啊，儒家道家古圣先贤的教育没有一个不是教人觉悟的，破迷开悟啊，这叫教啊。啊，育是养育，啊，养育你长大成人，顶天立地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学校教意思没有，教的意思没有，觉的意思没有，语也没有啊，教育合起来的更没有。然后他反过来问我，他说那我们现在是我们是大学四年级马上要毕业了，那我们今天接受的这是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我说你们可以啊，说是接受啊高等知识的训练啊，我不承认你们受过教育啊，我承认你们受过高等这个知识技术的训练啊，所以如果像是名实相符的话呢，这个大学应当改做什么呢？哎，这个高等知识传习所应该是这样的啊。教育一定是教人破迷开悟啊，转凡成圣呢，这是教育。
不但你大学教育没有啊，你小学教育都没受过。他很惊讶，怎么小学教育没受过呢？我说我现在请你吃饭，摆四个菜给你，这四个菜你都不会摆啊。他睁着眼睛睁大的看着我，我说这四个菜摆在这张桌子上有阴阳五行啊，你懂得哪个菜摆在哪个位置上？他没有学过啊，这算在《礼记》里面。啊，这个吃饭菜有一定的摆法，那你一出来的菜你摆的不对，你没受过教育，没学过。我们在扫地，我说扫地你也不会扫啊，没有学过嘛，这是小学教育，洒扫应对呀。啊，不但你高等教育没学过，你小学教育你也没学过啊。啊，所以这四个学生很可爱，哎，他能够接受，啊，他听了我们讲的有道理，啊，他服气。啊，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众生的根基，不能不认识现在是个什么时代。现在时代何以跟过去有那么大的差别？可以说是180度的差别。原因就是我们疏忽了圣贤的教育。啊，你们今天讲这个同盟，啊，启蒙，启蒙现在这个居士林更新园小朋友念的《弟子规》。你们想一想，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学过？这是什么？这是儿童教育，啊，小学教育。啊，这里面呢，都是讲的日常生活的规矩啊。啊，除了老师教导生活教育之外，教你认字。我们现在有几个人认识字？啊，说起来你们都认识，这个字怎么讲法？为什么这种写法？你不晓得了。啊，这个认字怎么学？说文解字。啊，中国这个文字的来源，中国文字的结构。啊，这种符号的含义，这才认识字啊！啊，山水，象形的啊，那么这就讲究六书了啊，这是古人造字的六个原则啊。现在几个人懂得？几个人学习过？今天字都不认识啊！啊，这个字里头的含义他怎么会知道啊？不就这个弊端，我们出家人有责任啊。当然现在我们是以经教为主科，如果将来自己有多余的时间还有这个能力，这些古籍不能不涉及，这是常识，有助于讲经教育啊，不能够疏忽啊。那么这是说于文字学啊，尤其是文言文
啊，文言文是工具，在整个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都没有，唯独中国有。中国老祖宗聪明啊，有智慧啊，啊，发明这个方法啊，在过去啊，古人都知道。言语会随着时间、随着地区，常常会改变的。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们学生常常讲的口头语，现在没有了。啊，现在我们听年轻人讲很多话，我们听不懂。啊，语言在变啊。啊，所以我们老祖宗想了一个方法，想了一个永远不变的办法。文言文啊，它跟我们平常的言语啊完全脱节，走两个路子啊，语跟文分开，语会变，文不变。因此你只要懂文言文啊，几千年前老祖宗写的这些文字啊，他们一生的这个智慧经验都可以用这个工具保存传递下来给我们做参考资料。这个太难得了啊，外国没有这一套东西，他们的言语跟文字是一致的啊，像我们现在讲的白话文一致的。因此过个几十年几百年之后，言语改变了，古时候的文字他就看不懂啊。所以现在在西方啊，像古老的这个希腊文啊、拉丁文，只有少数考古学家啊才能够摸索，没有办法大众化啊。而在中国的文言文是一般人通通都要学习的。这个工具好啊，无比的殊胜啊，中国人都有。啊，那么由此可知，文言文是过去、现在、未来啊，重点传递讯息、传承智慧的一把钥匙。我们拿到这把钥匙啊，几千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财产，我们就通通接受了，接受过来了啊。这一把钥匙你没有，典籍虽然存在，你看不懂，那也是枉然啊。那么文言文怎么学习呢？啊，过去我这老师教导我们，熟读50篇古文啊。从前要背诵的，你能够背诵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阅读文言文。这事情实在讲不难啊，一个礼拜念一篇，好好就背一篇，一年就完成了啊。要真干了啊，古文到哪里去选呢？李老师以前教导我们的选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总共有300多篇啊，李老师从头到尾都给我们讲过一遍啊，非常难得。我们在台中10年，
十年如一日，每一个星期讲一次，啊，十年没有间断，古文观止讲完了，啊，在这个里面选五十篇。如果你能够背诵一百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啊，所以中国人从小教人背书是非常有道理的。啊，背书要用佛法眼光来看呢，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现在人很多，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以为这个背书是古老的传统教学方法啊，那个方法是错误的。啊，学生只会背不懂意思，啊，这个背他干什么？啊，他不晓得，确确实实不希望学生懂得意思，啊，叫他老实背，他心定，他不会胡思乱想，这就修定了。啊，小孩，啊，两三岁。他一天到晚也胡思乱想，啊，教他背书啊，这时候心就收回来了，啊，专心的背书，这是修定，修清净心，啊，心地清净，他就生智慧，啊，所以古时候，儿童从七岁上学。到十二岁，啊，这是接受小学教育，完全背诵，没有讲解。啊，在佛法里面讲呢，这是训练戒学，这是守规矩、守法，啊，定学，偏重在这两面。十三岁以后啊，这入太学，啊，把你。在小学所学的这些课程，老师啊要跟你研究讨论，着重在会学啊。所以从前人这个学问真的有根底啊，现在人念到大学都没有根。那我们早晨讲的这个五根啊，大学生念到拿到博士学位了都没有根。啊，何以知道没有根呢？那个邪知邪见呢，一接触他就迷了。他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啊，在从前，小学生都有能力辨别，现在拿到博士学位没有能力辨别。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一切众生呢，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仔细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啊，观察一下他做的是什么，这个社会的安危，个人的吉凶祸福，一眼就看穿了。那圣贤的教诲目的何在呢？帮助众生去疾避凶，帮助社会消除灾难。教育的目的在此。教育的目的不是叫你发财，不是叫你升官，我们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要会观机，然后应机说法。
啊，在古代的社会，因为每一个人从小都接受过圣贤教诲，对于善恶是非邪正呢，他都有个标准，所以社会呀能够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社会的动乱，那都是末代的帝王胡作妄为，才会引起社会动乱。如果这个皇帝能够遵守传统，不违背祖宗的惩罚啊，祖宗定的这些办法，他不违背，这个国家不会灭亡。啊，一定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啊，谁愿意作乱呢？啊，又何况古时候这个帝王选的继承人，选定之后，啊。一定是请国家第一流的学者，真是有学问有道德来教导他啊，来辅助他，所以他真的有根啊。啊，一个朝代能传几百年，能传十几代，不是没有道理的，都是接受圣贤教化的成果。今天中国外国都把圣贤东西抛弃了，认为什么呢？这个太古老的，不适合于现代。什么是现代呢？贪婪是现代，成慧是现代，杀戮是现代，身造杀道也，口妄语两舌其余恶口，心贪嗔痴，这是现代。这样的现代化，社会哪有不动乱的道理？人民生活如何能避得了天灾人祸？我们深深相信啊，种善因得善果，你的因不善呢，你想有善的果报，哪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观察，很细心的、很冷静的去观察，我们才会清楚，才会明了，然后你才懂得要怎样教导他们。圣贤人留下的经典，经典里头字字句句都是讲原理原则，原理原则它里头所含的意趣那就没有止境了，所以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在过去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讲法，在今天动乱的时代要有动乱的一种讲法，这个讲法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众生根性不同有不同的讲法，所以清凉大师这个注解做得好，一语
这个义就是经里头的义理啊，义理是圆的，啊，圆的是圆是活的呀，它不是死的呀，趁机啊，各种不同的根基啊，都行，都适应。那这个佛法妙啊，就妙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讲法啊，所以我们学教的人。研究经的人啊，你现在在初学，初学是教你的这个基本的方法啊，你学个几年之后，你已经这个基础方法已经得到了啊，有这个基础了，你再去看经论的注解，你看看每一个朝代人的注解啊，我们中国人喜欢楞严，喜欢金刚经啊，这两部经历代的注解非常丰富啊，金刚经有500多家的注解啊，楞严经也有将近有100多种注解啊，你仔细去看，他们讲法都不一样啊。为什么说法不一样呢？他的听众不一样啊。他这个说法在那个时代，那些听众一定得利益啊，所以经不是一个说法。啊，经是活的，不是死的。啊，古大德注解也把这个注啊注活了。啊，清凉大师这就是个例子，他的注解是活的，他不是死的。啊，你一看你就懂得他的意思。啊，随着他的意思去讲去发挥，决定不会错误。啊，那么我们从这一句，这是最明显的，必须要体会到的，知助众生心所要。这个助，啊，助众生，超越国土。超越族类，超越宗教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头啊！啊，没有说啊，知住佛子心所要啊，那就是变成佛教徒了啊。他是知住众生，那么基督教徒也包括在里头啊，回教徒也包括在里头。啊，世界上所有不同宗教、不同这个种族，都包括在里头啊，我们都要知道啊。啊，那么在近代，啊，这个西方人常常谈到的多元文化，啊，这就是多元文化了。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由于科技发达啊，资讯方便啊，整个地球哪个地方发生一点事情，我们从电讯广播立刻就知道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与我们的生活都有密切关联，不能说哦，这是与我不相干啊。从前可以说
啊，在没有这个科技的时候可以讲啊，关山阻隔地方遥远呢、啊，与我们不相干，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现在不行了啊，现在飞机20几个小时就绕地球一周啊，现在还不断在进步啊。前几年我在美国听说啊，美国跟苏联合作发明这个快速的飞机啊，那么将来从美国到中国这个横渡太平洋只需要4个小时啊，比现代的飞机速度要快1倍多。地球越来越小了啊，那我们这个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啊。所以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哪个国家，不管是哪一个族群，不管是哪个宗教，如果要出现了一点问题，跟我们的生活立刻就产生影响。这叫关机呀！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各个地区的人，啊，他们想什么？啊，他们说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啊，还有各个不同身份的人，不同年龄的人。啊，不同行业的人，啊，他们的想法、看法，啊，说法、做法，我们通通都要了解，都要明白，才能够真正做得到。弘法利生啊，弘法就是把佛陀的教育啊教导介绍给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这是目标啊，教学的目标，弘法利生的目标，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用什么方法呢？这方法从纲领上讲，首先呢，要教导他明了因果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啊，众生现在生活这么苦，苦从哪里来的啊？苦有很多很多种，每一种苦都有它的因缘要让他明白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当中极力提倡了凡四训是大有道理啊。今天我们弘法利生对整个世界对一切众生用什么来奠定基础呢？了凡四训头一个问题就是让他认知啊，他知道
他认识因果的道理与事实真相。这个是圣贤教育的基础啊，不但是佛教啊，中国的儒家可以说是全世界自古以来啊，无论是哪个宗教都奠定在这一个基础上。这个课程重要啊！啊，我常常劝初学同修啊，啊，你要想入佛门啊，你首先要把《了凡四训》呢读300遍。啊，现在有这个VCD好啊，啊，书读的比较不容易啊。你把这个现在拍成电影，那尤其是好了。你把这个两片从头到尾看300遍啊。那我们现在有3种语言啊，我也常常劝勉同学啊，像我们常常到这个香港去。到中国南方去的啊，广东话我们不懂，现在我们有广东话的两片的，你听听上300遍呢，哎，我相信广东话会听了，纵然不会讲啊，会听了吧，一举两得了啊。南方地区的人呢，那普通话他不懂，我们有普通话的，哎，你就听普通话学语言吗？啊，那么也有同学的时候发心学英语的，我们有英语的这个配音进去的啊，语文也学到了啊，这个佛法的基础啊也打好了，不能不干呐。不从这上奠下根基呀，我们的修学没有根呐。啊，《了凡四训》我曾经讲过很多遍。啊，那么从前我们没有这个很好的录像设备，啊，所以有录音带。啊，好像录像带也有，是在澳洲讲的，但是是讲的大意，啊，没有细说。那么这次同修们要求，希望我在香港把《了凡四训》重新讲一遍。啊，我们香港这个录音室设备呀，很新。啊，完全是现代化的设备，啊，高科技的设备，啊，我们准备从2月去的时候呢，就开始在那边录这个《了凡四训》。啊，如果不是深入《了凡四训》，说老实话。这个知助众生心所要啊，你也没办法啊，你也很难辨别啊。所以《了凡四训》能帮助我们观己啊，啊，它里头给我们分析的啊，这个善与恶、是与非、邪与正。分析得很清楚啊，这个是很难得的一部好书啊，不但自利呀，而且能够利他啊，奠定自己德行的基础，也帮助你观己
啊，你会看人，啊，你也会看事，啊，对于一切人事物，啊，你知道怎么看法。啊，然后这才啊教化众生，啊，下面一句如印为说众法海啊，啊，这叫印机说法。啊，你懂得什么样的根性，应该用什么样方式去开导。他才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啊，佛法是合的，佛法没有界限的，啊，佛法包容的。你看经上不是常讲吗？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所以佛法包括一切法，啊，一切法觉悟了，通达了，就叫做佛法。啊，佛是觉的意思，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你只要觉悟了。法法皆是佛法，如果不觉悟呢，大放光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啊，佛法跟非佛法界限在哪里呢？在迷悟。啊，迷了一切法就叫世间法。啊，什么叫世间呢？世间是有障碍的，啊，不圆融的。觉悟了之后啊，一切法都叫佛法，为什么呢？它没有障碍了。华严经上讲的，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觉悟就没有障碍了。啊，无障碍叫佛法。啊，绝对不是啊！哦，这是佛的经典，是佛法。啊，那个基督教的新旧约，那不是佛法。你这样看就看错了。啊，你完全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啊，真正觉悟了啊，哪一法不是佛法？这个话你们听说过？哪一法不是佛法？那难道基督教的新旧约不是佛法？啊，除这个之外，没这个讲法。所以，圆人说法，无法不圆。这道理在此地。啊，迷的人没有觉悟的人，再翻过来说呢，哪一法是佛法？啊，这个同学不少看过《六字坛经》，你看《坛经》里面，印宗法师啊向六祖请教的时候，那是初见面，啊，听说他从黄梅得法，啊，印宗就请教他，禅定解脱，他请教他这两法，啊，是禅定解脱，黄梅。五祖啊，是怎么讲的？啊，他请教啊，而六祖回答他，回答的妙啊。禅定解脱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啊，印宗也很聪明，听了之后就觉悟了。啊，你们想想他们这个问答，
啊，问是我们凡夫的问题，答是无上的智慧。啊，我们还在分别啊，禅定怎么讲法，解脱怎么讲法，都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啊。六祖回答的时候完全解脱了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要学觉，要学悟啊！啊，经典是引导而已啊，引导我们觉悟的啊，那你就会学啊，你就不会呀、啊，迷在经典里面了。啊，像印宗，哎，哎，这个一句怎么讲法啊？这个名相怎么讲法？那就错了。啊，那是叫小学的，啊，不是叫大学的，啊，那是叫文字学，啊，教你名相怎么解释，啊，是初学入门。我们总不能永远做一年级的学生，哪有这个道理啊？年年都一年级，搞了几十年了还是一年级，这个不行啊！啊，一定要把自己啊不断向上提升啊，从形象提升到摆脱形象。所以到高级修学的时候，这个马明菩萨起心论里头，那是高级的修学法了啊！你看教导文，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啊！我们把印宗跟六祖两个人呢，这个谈话呢，用这个原则来一观察，你就晓得印宗啊是住法相，啊，六祖呢不住法相，啊，完全离开了，啊，立文字相，立言说相，立心缘相，六祖离开了。印宗没有离开啊，他们两个人差别在此地啊。印宗经过六祖这一点醒，他觉悟了啊，只要把这个一放下，他就入境界了啊，这是我们中国人俗话称的得道了啊，大彻大悟啊，得道了，正果了，就是说他契入了这个境界。那么有智慧的人教学，佛经上有个比喻，犹如海潮音啊，海潮音比喻什么？不涉时界因缘啊，它一定的时候涨潮，一定的时候落潮啊，我们懂得跟一切众生接触，在什么时候应该跟他说什么话啊，众生根性不相同，文化背景不相同，
生活方式不相同，啊，思维的方法不相同，我们都要懂得，啊，跟他接触啊，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啊，目的帮助他开悟。悟了才有乐，苦从哪来的？苦从迷来的，不悟就有苦啊，悟了苦就离开了啊。所以破迷开悟是因，离苦得乐是果啊。因上做个转变，果上就圆满了啊。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印光大师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啊，所以诸位同学千万不能够疏忽啊。了凡四训呢，一定要像净土一样传遍全世界啊。所以这次我们千禧年的晚会啊，从北京来了一些同修啊，其中有陈小旭，有纪玉啊。那么这两个人是过去在大陆演《红楼梦》的，这个《红楼梦》中两个角色啊，陈小旭是扮演林黛玉的，啊，纪玉是扮演妙玉的，啊，他们两个人来了，啊，临走的那一天晚上请我吃饭，我就把了凡四训重要性告诉他，他们两个人发心，回去筹备，重新来拍摄。现在我们这个流通的两片，这个里面的演员很多，他们都熟啊，两片时间太短了，很多东西的时候都没有能够表演出来，所以我希望的是能够做到六片，也不要太长啊，六片呢相当适当啊，他们去筹备。希望在今年六月以前呢能够流通啊，流通出来之后我们再配音啊，配广东话的，配英语的，配日语的，配西班牙语的啊，向全世界大量流通啊，这个会很受人欢迎啊。书不见得有人看啊，讲得再好，讲得再详细，尤其书那么厚一大本，你一看就吓到了，他就不想看啊。所以用表演的方法好啊。那么他们对这个很有兴趣，知道这是一桩大功德啊，真正能够挽救世界劫运呐！啊，这一桩事情要不是印祖提醒我们，我们怎么都不会想到。啊，是印祖提醒了我们。啊，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楞严经啊，在香港住了4个月啊，其中有2个月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啊。图书馆虽然不大，但是里面呢这个苏州弘化社流通的书啊相当完备啊。那我们是印祖的这一个系列的传人
啊，对于印祖感情特别重啊，所以他老人家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多看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流通书籍里面看到《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流通的量最大，每一版差不多都是5万册、10万册，啊，这么大的数量，我在一看的时候呢，印了几十版呐，啊，20几版、30几版，哦，我当时看了非常惊讶，啊，我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啊，这是我们学佛真正的根基。祖师用这个方法，我们明白了。啊，学佛无论在家出家，都要从这里扎根。啊，你要不在这上扎根，你的佛法就是没有根。啊，换一句话说，你不可能有成就。啊，所以我们培训班的同学要注意到这种事情。啊，《了凡四训》的原文不多。啊，最好每一天抽一点时间读一遍。啊，每一天读一遍。啊，你要读熟了的话的时候，用不了很多时间。至少在3年当中不可以间断，一天一遍不能间断，你就有根了。啊，然后你利益众生的心，啊，断恶修善的心，啊，求菩提的道心，你才真正能生得起来。你要没有根呢，你这个心发不起来呀。啊，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那有什么法子呢？啊，我们跟世界上不同的族群人往来，不同宗教往来，我们用什么跟人家往来？跟人家谈什么？谈《了凡四训》好啊！哎，讲这些故事给人听好啊，他们容易接受。啊，你要对其他宗教介绍佛经给人难，啊，相当不容易。介绍这些因果的故事，啊，告诉他福是怎么求的，啊，灾难是怎么来的，他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他就懂得趋吉避凶，啊，他就懂得怎么样做才消灾免难。这个事情对他有切身的利益，他会很关心，啊，他会认真学习。头一步要教这个，啊，这就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知道众生根性，啊，我们遵守印祖的教诲，啊，用这个方法来帮助这个世间，消除世间的劫难。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啊，华严对我们的帮助非常之大。要消除世间的灾难，灾难不外乎两种，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啊，人祸显而易见呐，啊，现在大家担心的是战争，特别是第三次核子战争。啊，虽然现在战争还没有爆发，每一个国家都在准备，都在准备打核子战争，这不是好事。啊，都在积极准备，你说这个战争会不会爆发？啊，因此我们要想，为什么他们在准备干这种傻事？啊，给这个世间制造这么大的灾难？归根究底，还不是少数人的自私自利吗？大多数的人不明就里，盲从，这样才造成啊！这个是因啊，缘呢，彼此互相猜疑，互相不信任。这个麻烦就大了啊！那我们明白这个因缘，我们就晓得我们应当怎么做法啊！应当就帮助、鼓励大家互相往来、互相沟通啊！只要通了，问题就解决了。最怕的是不同啊，像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经脉，我们的血管，如果什么地方不通，有了阻塞了，人就要生病啊，病痛就来了。如果气脉畅通，这个人身体健康啊。啊，这个地球社会呀，亦复如是。啊，人与人之间呢，要往来呀，不可以不往来。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沟通。啊，多往来，多沟通，问题就化解了。啊，所以我们主动的跟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往来。啊，目的在哪里呢？化解误会，化解敌对，化解歧视。啊，这问题逐渐就解决了吗？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做朋友多好呢，何必做冤家对头呢？佛在华严经上这样教我们。啊，我们看看其他的
这个宗教的教义，他们的神圣也是这样教我们的。没有一个宗教的这个圣人呢，教你就害人，教你就欺负人，没有啊。都是教你去爱护别人，帮助别人，容忍别人。所以在教义教理上可以互相贯通。如果要说是差别，只可以说是这个经典所教的有讲的比较浅，有讲的比较深。有些地方说个原则，有的讲得很详细，差别在此地。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我们晓得众生根性不相同，而有差别。但是它的原理原则，它的方向目标都没有差别，都是一致。落实到实际生活行为里面呢，爱心所以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就是爱心的。佛家说慈悲不讲爱。为什么这个说法呢？因为世间人讲的爱，它里头有情，是感情的。佛家换个名称，佛家讲慈悲，慈悲就是爱，但是这个爱是智慧的，它不是从情生的，是从智慧生的，从智慧生的这个爱心叫慈悲，从感情生的那叫爱心，叫爱。但是诸位晓得，感情会变，今天爱了，明天就不爱了。它会变的，智慧永远不会变。那么在外国呢，他们有慈悲这个名词，不像中国人呢把这个辨别这么清楚，那外国人都讲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上帝的爱，神的爱，就是佛家讲的慈悲。它不是感情的，何以知道它不是感情的？因为它讲爱世人，它并没有说爱基督徒，爱天主教徒，那我那个说呢，它是感情的；爱世人，那就是不分故土，不分族群，不分宗教。它是智慧的，所以它的意思有，但是不像佛教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要把不同宗教经典合起来看，就明白了，就懂得了。底下这一句是一句广大各不同句意句是言语文字，意是讲的义理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所以佛菩萨教化的方式就不一样。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能深深体会到所以我常讲所有宗教都是佛菩萨实现的我们在经上看到了一个原则，诸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
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应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身相。随类化身啊，应机说法啊，那我们就明了了，应以基督身而得度者，他就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应以天主身得度者，他就现天主身而为说法。我们通达这个道理，了解这个原理，所以所有一切宗教的神圣，没有一个不是佛菩萨的化身呐。啊，我们明白了。啊，那么那些宗教徒，他不明了，啊，他不承认，啊，我们给他换一个讲法。佛教里面供奉的佛菩萨都是天主的化身，哎，他一听高兴了，那都是我们天主化身，确实是如此嘛。怎么说都是圆的，啊，于是不再打架了，啊，不再说佛菩萨是魔鬼，那佛菩萨是天主化身，你要说佛菩萨魔鬼。不就说天主是魔鬼吗？华严告诉我们，一切一切一切即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大经上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呐。啊，那个共同一发生呢，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所以说穿了，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国土、族群啊、宗教，都是一家人。如果我们有这个认知，天下就太平了。所有一切的误会消除了，猜疑消除了，啊，敌对消除了，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这华藏世界，你看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宗教啊，为什么他们能够和睦一家，彼此互相尊重，互相赞叹啊，互相协助，这个协助两个字没看到，我们看到的是布施供养，布施供养就是互相协助吧。啊，所以这个法界叫一真法界。通通认识清楚，事实真相搞明白了，这个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你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啊，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永远活不起来。啊，我们今天要做的觉悟的人要做的事情，帮助那个不觉的人啊，要帮助他觉悟啊，帮助他从啊迷惑回头啊，从错误回头啊。我们不但要用言教啊，还得要用身教。做出榜样来给他看了，
啊，让他在这个里面去体会。啊，我们要知道，啊，在现前社会，做一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我们四种弟子应该怎样帮助自己，帮助社会，帮助众生。啊，依教奉行。啊，学了凡四训，学十善业道。啊，把十善业道啊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四念处正确的看法啊，四念处观呢正确的看法啊，四真情四如意足是正当的刑法啊，用现在话说正当的生活啊，特别是前面这三颗啊，十二条这个佛家成道品呢，这十二个道品啊，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的总纲领。我们要在这里下功夫啊，你才真正体会到啊，聚义广大各不同啊，各不同。只是在形式上不同，啊，它的方向目标是相同的，啊，具足慧身能悉见呐，啊，具足慧身就是前面讲的发起慧向度众生，他看到，他明白了，啊，他做到了，啊，他也用这个方法帮助我觉悟。一切广大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